安国。哎，安国，这是出药材那地方是吗？对啊，到那儿吃药去了。你眼神都出卖，我怎么老出卖我呀？你对我客气点。我干嘛对你？尊重我，对你有好处。凭什么？我，你尊重我，对我好，我念你的好。有朝一日我要是去世了啊，我这个大存折就是你的了。你干嘛传我呀？我大存折，嚯，知道搁哪儿吗？哪儿？乾清宫正大光明那匾后头。你少来这套成吗？这我一闭眼，我完了啊！请会计，这会计，信用社就来人了。嚯，还住村里？搬梯子上去。哦，正大光明的匾后边，嗯，大存折，嚯，都涂。哎，对，打开一念，怎么样？传位于四太子于谦。哎，去。没听你少占便宜，这我明白，知道吗？这是雍正传位于胤禛。对、啊，这个事儿就得胤禛。哎，什么呀？一定要胤禛呐！哎，这好还大舌头，这胤禛之后你就了不得，大存折都是你的，你就是雍正。我干嘛呀？什么叫甄嬛？那些个娘们都是你的。好家伙！哎呀，您这点理想搁我身上可不行啊！您拿着大存折你就成功了，你我哪儿就成功了？你溜，成功了，知道吗？哦，哎，我这大存折那错不了。人人都希望成功，我也希望成功。那怎么样？您现在成功了吗？啊、哎，那不能轻易的回答。你记住，我人跟人聊天，成功了，我成功了，马上一说，绝对没成功，是吗？这个东西不能随便出口哦，必须要思考，深思熟虑，我得好好考虑。您怎么样？正考虑着。哎，正考虑着。喂、哎，哦，我现在可以回答你了。啊，我现在正在通往成功的不归路上。那就成功不了了，您这早晚会成功的。哦，有一天我会像成吉思汗一样，哦，征服全世界。嚯、哦，我给自个儿刻了个戳。嗯，成心思汗啊，成心，什么成心思汗？我就说有朝一日我会成功的、啊，你一定要跟我客气客气。哇，当然了，成功不是说来就来，慢慢来。哦，当初也有过不成功的例子，也坎坷。我们家门口当初有一个修脚的4S 店，哎，什么乱七八糟？你先等会儿，你先等啊。修脚的还4S 店？对呀、啊，修脚连锁，干好多家了、啊。这还连锁？还是。我去报名，人家招人啊、哦！哎，去了之后，主考官看着我，哦，好，小伙子条件很好啊，嗯，给你出个题吧，好，最短的时间内让我